在外面那个水沟发现有鱼，现在把这个大坝的水全部给放掉了，这里已经没水出去了。看这个前面有没有鱼，抓一下。摁住一条，这里面也有很多石斑鱼哟。一条鲫鱼，这个鱼跑到这个管子里面去了。到在外面去看一下，这个水沟里的石斑鱼真的很多，这是小的，你看密密麻麻的。黄辣丁，还有一条，哇，这石斑鱼大，一二两哦，这么大的，我摸到里面还有两条，又一条，散户，又一条，我还有一条大的。想走，这边还有个洞，
这个里面水还挺深的，应该有大鱼，这里面水都有点浑的。哇，这条鲤鱼还可以，有3-4条。又一条，到外面点去看一下，这里面没货了。这个外面水有点深，就些小鱼了，这个草太多了，就不出去了。今天的收获还可以，有几条鲤鱼，最漂亮的这两条黄辣丁，这些小石斑鱼一会就死掉了，特别娇气。